Food, please. Food, please. 打到十四分而已，打到十四分而已。我们看 AD 的视角，玛雅对玛雅哦。玛雅对玛雅其实没什么好看的。弩炮打弩兵，弩炮不好用。赶快追上这速度，前面又是升级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地形来看的话，红色感觉比较好，红色后面有两块金一块石头。玛雅通常都会打城堡兵。我们看尼可夫，不是尼可夫，那个 AD 怎么升级 ？AD 是当今围城世界顶尖高手，他打26+2P 吧，26+2P， 他升级很顺哈。AD 14分50秒上城堡。对方16分上城堡，看到里面有黄金的，他溜进去里面，这是村民，这是这个老鹰闻死的。12345，他尽量把城堡盖到人家家里。他把城堡盖这里，你知道干什么吗？就可以封他主金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家还没城堡，他还没城堡。然后对方应该不知道他在盖城堡。淫荡无耻啊！淫荡间无耻啊！不过他猜到他可能这边要盖城堡，他猜到。不过里面还有一块黄金，里面这还有块黄金，所以就还好。如果他里面没有黄金的话，对，他就直接挂了。认真说，他直接挂。他要盖 BK。加上这个城堡，可以多盖一格没有错，但是他保守嘛，可以盖到这边，可以盖到这边。他是奥地利男孩，高手的这个不太容易死。我们看他怎么打进去里面。哎、欸，直接靠墙哎、欸，直接靠墙，有这么恨吗？有这么恨吗？射啊，继续射！这城堡只要出一只 UU 的话，他就，他都会踩这个地方，不让你盖，来不及，你这个血太少。看，很淫荡，帮忙射！他这里围不起来，他从这里围。赢不赢当？快帮忙射！快帮忙射！赶快射进来！进来喽！这个小心，手榴弹啊！赶快盖门！干，他这失误了！有没有？来不及，他失误了。他这四只羽毛如果一口气进来的话就很爽哈，直接屌打。他开始盖工程器出头的车防守，就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防守。会不会被秒杀？其实这个门也只有一点点血而已，没有射钱哈，我们非常的空气。5+1而已，这个5+1而已，5+1。红色现在非常危急啊。TC 盖不起来，直接锁这个黄金，他自己 GG 了，认真说他 GG 啊 ，GG 了，被秒杀 ，AD 太强了 ，AD 秒杀个2 K 的、欸，没黄金啦，又没黄金了，顶级高手秒杀 ，GG 了，这个羽毛是会杀人的。你他妈还没加五哎、欸，还没加一耶、欸！那边没有人，如果把这几只羽毛干掉的话，说明还有机会，就再撑一下。艾迪控应该 OK 吧？
危险种族最强的阿兹公认最强。又回来，又回来，又回来杀人，又回来杀人。他妈跟你秀破兵就好啦。催眠术差几只了？催眠术差四只了。他加二了吗？加二了吼，加二这个很难杀了。感觉红色回稳了，回稳了。感觉红色回稳了。他控兵很溜哈、啊。你妈！你打不到我！是不是？没想到 AD 空兵这么好哎、欸，玩威神空兵也这么好。城堡盖的也是可以盖这里吧？应该可以盖这里。他好像有点太紧张了，他盖错位没有错，我也觉得他盖错。这五只还没死哎、欸。这五只还没死哎、欸，奇怪，空兵有这么好吗？他空兵有这么好吗？空兵真的很溜哎、欸，他要盖个城堡，又盖个城堡，其实可以盖这里吧。很烦啊，那电脑跟 AI 一样，好烦的控兵啊！这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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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要小心，这要小心，这要小心，要不然会被，要不然会被揍。红色控兵是不错的，毕竟二 K。靠！红色控兵开始屌虐他一波，开始屌他一波。升一滴，升一滴，升一滴，升一滴。这城堡起来就很难受喽，城堡起来就很难受。封了三片田，这三片田不能种，所以立刻低调。这里边还有人哎、欸，其实这里还有黄金，他知道吗？他知道吗 ？AD 有看到里面有黄金，但是他自己应该知道吧？他自己也知道这里有黄金，所以不一定要急于挖这个黄金。冲进来，冲进来，冲进来！看，你看吧。他这个死差不多三只，但是换了他进去屌闹他。他进来这边干嘛？进来这边干嘛？大比什？大比什？回得来吗？这个不可能，杀到人的哈。这个他这种控兵你是杀不到他的，他这种控兵杀不到他，除非你猜对，你猜对，这其实是用赌的。猜对，猜对了哈，猜对了，你就二选一吧，一个地方猜一次。村民数差了十只，有一点点多，有一点点多，还不到最多，有一点点多。AD 真的是很变态哈，这个看他控兵真的就饱了。不过红色快帝王了，红色快帝王。这控兵好烦啊，这控兵真的很烦。这种高手对决一定强制攻击的，不会傻傻的丢，绝对不会傻傻的丢，而且都用猜的，你只能猜一边。他左，他的一屯兵往左和右跑，你只能猜，你只能丢一边。我是不知道红色怎么赢的，很难赢的，红色很难赢。AD 补个轮轴又上去了，
你那单 T 系啊，所以 T 系都不一定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先入投机砸城堡，不过这两座城堡也是要打很久。掉掉掉！这边很难打，很难打，真的很难打。大鼻屎！哎，第一次单 T 七到底耶，单 T 七到底耶。大鼻屎！红鹤，我怎么想的也只有这一招啊！打！哦哦，差点，差一点。安安呐，我也准备想睡了，看完这场就要睡了。其实，这很烦啊，这个搞得他鸡犬不宁呢、欸，这感觉是孟获，你知道吗？孟获在那个蜀国后面那边一直敲你，丢！他乱猜啊，这乱猜没办法，完全猜错啊！你猜不中 AD 啊！乱猜，完全是乱猜。比他多，还是被他敲成这样子？这打个雕啊！这打个雕啊！大家打个雕啊！你扣的要死要活，除非这个直接命中他，除非他是马直接命中。他根本不急得上帝王哎、欸，被玩死了，这直接被玩死了。直接被玩死了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无解，真的无解。三台投石车，这个看，立刻锁起来，立刻跑掉。绕跑，立刻绕跑，我怕。干，直接城堡底下来。又结束了，怎么回事？又结束了，又有人断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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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怎么回事？不过应该算要输了吧？好吧，我们去睡觉吧。我们去睡觉吧。应该是，哎、欸，分数他领先呢、欸，那他分数他领先呢、欸，没办法看完是不是？再进去一次，再进去一次。